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一幕多浪漫，你看。啊、不行、我不能做这种事，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，不行。海里面呼吸，充血吧。好，不得了了，林莎又来了。嗨，欢迎大家。上次我们拍大概一年多前，对，插花。我、那时候的节目还蛮艺文风的，对，带点浪漫。怎么突然间画风马上转变了？你那集以后呢，我们节目就开始走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心中一直都有你的。这一年的时间，我不相信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你看我连那个手机的密码有没有，我都设跟你相关的。0821，我生日吗？0821，如果是六位数，你故意。82082。你故意避开前面两个。82082。No， 32233。你看吧。但是我想设成七位数啦，如果32要加一个英文字母，要加多少？低，你的文宣资料写低，那你也知道文宣资料都会帮自己哦。其实我加码一点，其实我是不敢写太多，其他人会难过。因为我觉得大家要一看到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好像更厉害，而不是更不厉害。我听说你有养狗？哦，有。高雄？对，在高雄。吼啦！啊，狗名叫吼啦。吼啦！你就叫吼啦，人家会以为你在叫我。哦，因为我吼啦成性了。你是吼啦呢？吼啦呢？为了跟你一样赢得你的注意，对不对？我也养一只狗，一只猫。哦，真的。狗叫莱西，然后那个猫我就特别取你的名字 Lisa。Lisa 莱西 ，Lisa 莱西，哎 ，Lisa 真的就莱西嘞。它会吸我的手指头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礼物要拿出来。哦，有礼物。这个环节还留着。对。我先跟你讲，这是依照你的那个身体特征哦找来的。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3211，是不是依照你的身体特征？瑜伽球，哎、欸，你很聪明哎！我上一集跟丹丹，好，你不认识没关系，好，你不要假装你知道，问丹丹是谁？汉堡。丹丹是富邦啦啦队的，那我就一起跟他做那个室内蹦极，要绑一根绳子，然后在那边跳来跳去的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球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球超级适合你的，好，它就是压在腹部滚啊，就是训练核心。对呀、啊，好，不好意思委屈你了。对，啊，滚来，滚过，滚过去，滚过来，对。是什么感觉？也是这样做没错吧？我是觉得啊，我讲错了啦，不是滚来滚去啦，是手要放在上面啦，然后 hold 着撑着这样子啊。对，啊，哎呀，整个身体一定压在这边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很难哎、欸，它太软了啦！我真的受不了香蕉哥，你到底在拍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把林莎当做一般人啊！林莎是买 love， 你不要拍那种奇怪的镜头。我知道你很想当他，对，拜托这个工作交给你，你去那边，无聊。今天你骗我来这里是？我没有骗你来啊，你约我来的啊。来这边泡汤，因为这个天气。很适合泡汤。算算你这一年你泡过几次汤了？应该有30次吧。哦哦，哇，那么泡到脱皮哦。我们有一天泡4-5次，嗯，因为不同家。对、欸、啊，泡汤就泡到你大费周章，你这一整咖行李。换洗衣服。我跟你讲，你糟糕了你。你如果没被我看到就算了，而如今你被我看到了，来，美少女行李突击。不是，这个是我先说，我平常那个出外景的。行李箱，出门的行李箱，二日一搏，哦，他的二日一搏听得懂吗？就是我啦，我两天会一搏，二日一搏，来哦，大家非常期待哈、哦，要开了哦，3、2、1，啊、我看先进一段广告好了，快点，好，要看就没广告，来，3、2、1 ，Open， 来来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们要业配这个行李箱，哦，对呀、啊，摔不烂，那个充电线，这充哪里的电？充手机啊，还是充跳的电？手表，手机，哦，对，你啊嘞，在下，你怎么会把香蕉这种东西放在行李箱里面？啊、因为我想说等一下要吃啊。你是平常会抽筋啊？不会，好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一幕多浪漫，你看。不行，我不
自己也一样跳。没有了吧？那这什么？哦，那是泳装，因为有时候出外景都很常要，可是很无聊的泳装。你这是什么？出外景就不用一直换、啊。泳装不方便碰啦、啊，因为我毕竟也不是那一种人，哦，睡衣可以，睡衣可以看你，睡衣可以看一下啦，睡衣 很无聊的睡衣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阿妈也有一件啊，我阿妈也是纯爱系列的啊，哦、对呀、啊，所以都会用白的啊，白色的，嗯，啊，在干嘛？你碗里有够大的，你林莎，你喝个水需要弄成这样啊？在想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个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个你要解释一下哦，就是瓶子啊，就让开瓶子比较方便啊。没有，就是对，有时候需要来点浪漫嘛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浪漫。超浪漫哟！我为什么讲韩文这么不标准呢？你讲超浪漫哟，看看。超浪漫哟，我也不很浪漫。没有，像神经病而已。这个应该也是不当用途。那个是手机支架。哦，要这样看哦。对。对呀、啊。我想说单独这样也很乖。好，这个那个手机支架，王美必备的王美灯。对。润滑液。不是哦，其实也是哎，不是。到底是不是？你讲话怎么反反复复的啦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用，这是一个我很漂亮的一个女生朋友送我的，它是私密处的。那种，像有时候我们天气热啊，比较干燥，或者是要泡汤啊什么比较干燥一点的话，就可以用它，就是来防止一些可能红肿啊、瘙痒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这个是可以来保养私密处。对。所以你平常会拿它来涂抹私密处？会。那这不就是你的味道的吗？那个是什么？好，哎，这个味道算好闻的那个。对。啊，你说这个是你一个漂亮的朋友。对。所以重点是漂亮的朋友。没，我帮你过滤一下朋友。如果太不 OK 的朋友呢，我就劝你不要跟他交往，不要跟他来往。好。我也想要，哎，如果 OK 的话，帮我老婆也来找一款。可以。我希望我老婆的味道跟你的味道是一样的。而且。可以。对啊。怎么精神胜利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。我也不明白。哎、欸，啊，你那个漂亮的朋友在哪里？他在隔壁的房间，他不知道会不会在泡汤哎、欸，要不去看一下？嗯，啊，就是希望他在泡汤，他没在泡汤，我也不想进去。那我去看一下。OK， 好，来来，啊，我们要用跳的，来，三二，哎呦，哎，107，对，就是这个房间，没错，而且有水声，真的就在泡汤。哎、欸，我先确认一下啊、哦，他应该不是机车人啊、哦，不是，嗯。对啊，你朋友不会机车，因为你不机车、啊。会机突。哦，他是机突人。不要突然开车。对。好了，我交朋友。礼貌礼貌了，好，他愿意开门就表示没事。在吗？哎，找谁？怎么是你？找咪呀、啊？怎么会是你？想说开两间这样好聊天，开两间好聊天。他意思说我们聊我们的，啊，他跟啊，你怎么会我在这里面？先来看。你看个屁呀、啊！你看紧。咪呀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咪呀，好。咪呀，你怎么会跟这种人？你怎么会？让他进来。你小心。你也是有问题、啊，你。有问题。啊，你穿衣服的速度怎么那么快？对呀、啊。被你看到。阿飞，给人家看到没关系。店员吗？啊！我都生气了，我都看到了。会生气，会生气。你讲一句说我们是自己人吗？我们是自己人啊。嗯、我是你谁？爸爸。我实在不太敢相信你有这么有气质的朋友。啊，刚好我刚跟他讲过我是哈佛的啦。真的吗？哎，啊，你哪里的？台日混血的。哦，台日混血。你知道混什么吗？你混什么？台中混血的。哦，啊，你知道我混什么的吗？混什么？我是莫德纳混 BNT。你也知道的嘛，哦，这个我也不愿意讲出来。我今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他，而不是为了你，啊，所以我跟他那个要事要办。那我们有要事要办。对，麦玛，你的要事就是你老公。啊，有这种事吗？来，我也要跳吗？你不用跳，因为你就在这里了。三二一，跳！哎呦，哎，怎么这样？啊，刚刚跳的过程当中，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，把我们的衣服扒光了？我们要来泡汤了啦。这个汤很诡异。对，这边白灼，这边清澈，这边是刚出来，这边是出来以后很久以后。哦，没有吧？它是一个冷泉，一个热的吧？哦，真的。哦，因为我比较没有泡汤的经验。哦。那个泡澡之前呢，一定要冲水。啊。它刚好太好了。啊，我们很喜欢请
女艺人呢模拟她平常洗澡的样子，哎，观众很幼稚哦，哎，你说这样洗一洗，哎，他们爱看的不得了。我其实会自动挂的，然后好，我帮你挂，对对，好，我帮你挂，对。然后我会连头全部都冲湿，然后再就是洗头，然后都洗澡，先洗手，先对，我会先洗手，就是洗手，这样，然后洗身体，然后洗脚。哦，那什么时候会洗那里？就洗完脚之后。这个没法想象。最后毛起来洗。对，最后就是洗。然后连裤都拔起来啊！也是最后冲。这就是他的洗澡的步骤，算是正常的啦。像你要洗的那个均匀的话，可能要花半个钟头。哦，真的哦，对，这也很重要啊。对，因为有人洗表面没用，因为下面反而比较容易那个堆。藏污纳垢。对，所以藏污纳垢。哦，就跟男人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要不然也是容易藏污纳垢这样。好，那迫不及待啊，这个温泉。做一个最唯美的那个下温泉汤的姿态。Action。你很粗鲁呢，好像不太对劲。哎，你是干嘛？啊，大家一直心中有疑惑，就是说林莎身材这么好，为什么只弄一条浴巾呢？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临时没有啦，忘了带泳裤了。忙中有错，就一抓啊，细啊，再给我拿麦来头啊，不要紧啦。所以就要请一请拿麦来头。没有啊，没有带忘。很舒服哎。我们哈、要做一个科学实验。好，人的身体到底会不会热胀冷缩？好，林莎帮我们测试。我要怎么测试？对，我们现在泡到这边已经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先量啊，胸围啦，也可以啦。量完以后，然后你去泡冷泉。我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是造福人类，因为我现在在写这个科学论文，明年要提报那个诺贝尔奖。如果我得诺贝尔奖，我奖金。对不对？给你三分之二，同时你也是共同那个科学家这样子 ，co-scientist， 就量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对，量痕就可以了，不用量一圈。对，人体是否在高温跟低温当中会产生热胀冷缩的现象？多少？27。来，五秒钟跳，五秒钟跳，来趴下去，来，五、四。3、2、1，赶快量，赶快！23公分，哎，果然热胀冷缩 ，I got it！ 好，赶快回来。这是什么啦？这就是闹剧。我们上次跟 L 比泡的时候呢，有一段还蛮受欢迎的，就是呢真心话，请问那里几公分？我怎么知道？多长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你多长？我脖长大概19.5，不含头。你有没有听过大象的歌？大象大象，你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？他妈，你啊，我是长颈。变成男生的话，最想做什么事情？我会想去剃光头。哎，那你的答案蛮另类的。真的吗？对呀、我有年回答说就去漂。当了才知道。对呀、搞不好当了以后你那感觉就来了。对。对呀、和前男友在温泉。在乱念。没有啦，你有疑心病吧？和男朋友在温泉泡汤时有做过吗？没有，我很少跟男朋友泡汤，因为我泡汤是近期我才很喜欢泡汤，之前住高雄或什么的都很少。其实泡汤真的有，因为头很晕。首先你在泡汤中做的话呢，那因为我们在汤里面哦，然后气血加速运行，你知道吗？这血液呢是全身在流转，它不会集中局部在那个部位，因为我们做那个事情要集中注意力，然后血液要全部灌注在那边。太热了。这个以鬼灭之刃来讲就是海绵呼吸。海绵呼吸，充血吧！好，又来了。如果明天醒来突然变成男生，又是男生，对，你第一眼会看哪里？第一眼会看哪？胸部啊，就是第一眼一定那你如果碰到女生，你会第一眼会看到哪里？胸。哦。胸。
所以即便是你也是会看人家胸，对不对？会。所以也算是胸奴这样子。我跟你讲啊，这边泡汤很舒服，像这边哦，这边有厉害的美食，我们去享受一下他们。好哎。聊聊天这样。不得了了，满满的美食。对啊，忘了跟大家讲这里是哪里。这里呢，少帅禅园，这个就是《西安事变》的男主角，少帅张学友。张学良，张学良，张学良哦。对。你看这边满满的食材，他们这个厨师呢非常有心哦。首先，他会帮我们烧一壶热茶，安神茶。听说喝了以后呢，有强大的安神的作用，真的呢。食神归位，真的安神哎！你本是天上掌管烧菜的神仙，平犯天条被贬人间，受36难72劫，如今你应得到死的真谛，故玉帝特别为你网开一面，希望你重新做人。再加这一下，啊，这好像是。哎，鲍鱼类的，对，冬天冷啊，虽然你是美少女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也是要包紧紧啊。网友会骂呢，都说哎呦，他包紧紧，真的、哦。然后我都会帮你留言，你知道吗？包紧紧有什么不好？女生哦，包紧紧才是极品。会啊，你经常会看卡通吗？会。哆啦 A 梦骗人变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哆啦 A 变，还蛮好看的。那你的菜是哪一类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会很爱撒娇啊，很像小狗狗一样。就撒撒，把口味那么恶魔芋的。对，就是我喜欢会撒娇的，但人家想喝奶奶，这种嘛，他就外面饿了吗？地震，我们带你排队呢。回家，人家想喝奶奶。赶路好啊，不好意思，就你一个人继续吃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吃完，加油啦，希望你越来越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运哥，谢谢喽，加油喽，那我继续赶路喽，拜拜，拜拜，威廉神欢乐颂，下次见啦 ，OK， good job。